你好，是你约的吗？上来吧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车弄湿了。没关系，该道歉的人是我，我迟到了。没事，这么大的雨，您能来这么快已经很好了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哦，对了，这咖啡还是热的，喝完你能暖和点儿。拿着吧。谢谢。您这车坐是真皮的呀？您这是豪华出租车。您不用试了，我看不见。把咖啡给我吧，我帮你打开。啊，没事，我自己可以。不是，你的眼睛不方便。来了吧。我自己可以的。我帮你打开。我可以。给我。我让你给我，我听到没有？真的没给我。给我！你想干嘛？